个是黑牛料理秀。这道菜的菜名叫做什么？炙烧牛肉干贝盖饭。干贝。炙烧牛肉干贝盖饭，计时开始。来，好，干贝先烤肉一下。哇，很多层，这干贝盖饭，它可以盖得过嘴里的味道吗？想盖过嘴里味道。需要。然后今天特别要介绍这支刀子啊，是我们行男跟这个本土的精品品牌联名的一把刀子。哦，非常的好切。切什么？牛棒。顺哎。牛棒。对，牛棒丝，我们等一下把它给炸起来。那现在这个刀都是一体成型的，做一些磨砂的处理。今天赢的人会拿到。对，大奖是这个。剧组，我们要等一下练一把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都是花。那刀真的看起来好好切，很好切，而且一体成型，不会卡脏东西哈。而且它每把刀都有身份证。对，如果你想要磨刀，再输第二回合，那把刀可能有位置在我头上。一体成型哦。哎，手不怕烫。没有，它如果说没有上色的话，表示那个地方没有温度。嗯啊。对。所以这是生食等级的。对。好，葱花也来切一下哈。哇，它这个轻轻一放就切出来了。师傅，好好好好，你现在不看，我看一下那个炸的程度，好像开车不看前面一样。对呀，但这代表说这个刀就是刀界特斯拉，你不用看它自己导航。真的假的？话不是这么说，没有这种工具吗？你是师哥练过吗？这样我会被告啊！很多妈妈就一听哦这样子，啪就切到手，这样也会信哦？如果有这样的刀，我会买，我会买，我也会买，就是绝对不用看也不会切到手，对。应该可以发明一下。哎，不过刚刚那牛棒很硬哎。对啊，现在炸牛棒。你刚才示范一个削铁如泥，你知道吗？刚才。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好切，而且就是刚刚有讲嘛，有那个身份证。嗯。身份证。终身可以帮你。时间过了两分钟。可以寄过去，对，哦，你刀子可以寄过去，它就会帮你磨刀了，终身免费，好不好？磨刀还给别人帮忙磨的。对。所以你不用怕刀子不利。但要寄去哪？国外哦。真的，他是等太久了。中部，台湾的，台湾的。晚上要做个晚餐，我中午先寄出去。哇，你用的肉量很多呀，越多。你在选择什么部位的肉？一板肉，一板肉是算是牛肩胛的下面一点点的部分，牛前腿的上方。对，没那么油。对，牛前腿的后上方。牛前腿，牛前腿啊，前腿，前腿的后上方。哎，你为什么手变成这样子？变牛啊！哎哎哎哎哎！哎呦哎呦！可以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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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刀用的不错，喷枪倒是一般般啊。他自己洗掉了。主要那个喷枪不是一体成型的。对对对。哇，这样感觉就很好吃了，一道菜。对啊。然后用个竹签串起来。好棒哦。所以那牛肉是两面炙烧的。对，一面就好，一面就好。一面就够脆了哈。外层包进来这样。对。炙烧那一面。这个是。这样就已经是一道菜了。对啊。好，清酒下来。Sake。清酒。Sake。味淋。Milling。酱油。哦，和风调味。酱油。Shoyu。啊。一些糖。来，糖日文怎么讲？你每个都会讲。哎，突然之间想不起来糖。Sugar。倒数最后一分钟，一分钟了。在日本当过背包客啊。啊，对，他是学霸。我还在那边待了半年。他是学霸。那你有交日本女朋友吗？没有，有跟女生出去约会过，真的不认识的，然后在背包客栈遇见，隔天一起去逛京都。蒜片，哇，蒜片配牛肉最好吃啊！牛棒啦，哇，完成，这个很过分，快完快完，超棒的。